如果你想问我斑马哪里不错，来到西双版纳还想体验，都拐掉了去。如果你想问我斑马哪里不错，如果你想问我，如果你想问我斑马哪里不错，老挝糯米配烤肉。今天吃了糯米饭，刚刚坐了越野车，现在的心情很愉快。谢谢你，有你在，我感觉并不孤单。有点难，说实话。所以我们要先录一个。不能没有你，没有你我们就废了。那我一直电唱，反正我把那个原唱打开，我们跟着唱怎么样？来，一开嗓全场都倒一地吧。就算倒一地，我们要唱完的。如果你想问我斑马哪里不错，来到西双版纳还想体验更多。快快把我带到他的身旁。哎，到了。走，先去桑拿。走。哇，真的感觉赢了，太期待了。中草药、酒精这一类有过敏的吗？没有。你们三位吃的东西都一样？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。现在身上有外伤吗？痔疮。痔疮。没有。最近睡眠怎么样？还可以，我就是没有什么失眠的状况。就是看手机，放下手机的十秒之内就睡着。你问他，是我坐这。你没想到那么快吧？我昨天听你说了你睡的时候，但是我也没想到这么快。这边要量个血压。怎么样，我的那个状态？血压有点低，但是正常。没什么问题哈，我很正常，我很健康，因为我一直在喝中药。哇，比我还低，你的血压。所以是115，所以是啥意思？OK的，正常的。低压有点低。那补觉估计需要。昨晚上没睡好的原因，它会低也会高。哦。还是得睡好觉啊。准备量测，请问是不是脑袋？我是心脏部位。请问是买这个？可舒服了，我找一个。看，你们作为医生看到这样的血管到底？开心的要命。正常了，我的血管呢？我又正常了，是不是？是。哪有自己控制？刚刚说话了。你是不是不希望自己有点偏差？对啊，我焦虑吗？有点。刚刚有一点害怕，其实。他肯定睡觉没睡好。改天睡好了再去测一下。我要跟你们交代一下那个注意事项，就是我们体验睡药的时间是30分钟。好，在这过程中，你们三位要是有觉得不舒服的地方，头晕、想吐、恶心、呼吸困难这一类情况，都要跟我们工作人员沟通一下。好。化解成蝶了，迪哥。哎，你的烫吗？不烫啊，温温的。你吃饭了吗？已经开始冒汗了。你们看过那种类似于《星球大战》啊，《星际穿越》那种，一群人坐那个宇宙飞船，第一个醒来的。Action！不能太激动。大家，陈哲远，哲远好像睡着了。大家很像生马心那个方案，喝水是很好的。喝的也是热水啊。对，来给您擦一下汗哈。我都呼呼欲睡吧。